猜一猜我现在是在哪里呢？你们会看得出来吧？我是在公园里。那我们今天就学了公园泰语怎么说吧。公园就是孙萨查拉纳，孙萨查拉纳。莲花池，泰语我们都叫萨坡，萨坡。我现在坐在椅子上，椅子泰语我们叫高椅，高椅。这是刚落的花，花我们泰语就叫